OK， 嗱呢個自卑感嘅形類，即係話有時人好似一種固定嘅思維，好似覺得自己就係冇用嘅，人都唔中意我嘅，人排斥我嘅，就會影響佢嘅説話、言語、行為同人交往。啊，嗱有時我哋都會有呢種情況㗎。譬如有個人著件衫好整齊、好靚，哇！成個人咧好似即係。普通人話好高級啦，即係譬如有，即係又好有地位啦。行埋同佢講嘢，好似驚驚地喎，有啲人口窒窒嘅喎。即係平時同朋友講嘢冇嘅喎，一行到同佢講嘢，講唔出咗點解，緊張個頭啊！即係覺得呢個人好特別，好似自己好卑微。嗱，呢個都係自卑感嗰個形類喺佢裡面咧，即係好似有個堡壘，佢就覺得自己不及人嘅我。这个人这么高贵，这么有知识，这么厉害，我不及他的，所以就会很害怕了。或者有时人家讲第二个人什么好啊，赞他好啊，那就新了，你又赞他又不赞我，即是我不够好而已，即是你经常都赞他，你又不赞我的，那就是我做什么都是没用的啦，那就自卑了。有时夫妻都会这样，你都不锡我的，即是用这个方法。那他是表达他的心声，但有时那个人做一些事情他都未必接受，因为他总是觉得你不是真的锡我的，你送个礼物给我，你想得到什么，他觉得他不是因为真的真心对他好。有时我们自己会有这种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形类，就是形类有很多种的，总之快令到我们不信服神、听神话、抵挡神的那些都是形类。而其中一个形类就是自卑感，因为自卑感带来很多问题的，很容易被人冒犯。譬如人一譬如说有时有些事再教，即是可以教他不懂，那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都不懂，哇，我真的很蠢，真的没用，真的哎呀学习都不懂，那个自卑感在那里作祟，即是个心里面很那種形類很難拿走，總是覺得自己沒什麼用的。那怎樣拆解呢？我們今次就講到拆解了。那你看那裡有經文先的，首先用經文來幫自己，首先用經文，因為思想幫助先，思想說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我們個個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、聖潔的國度、屬神的子民，叫我們宣揚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自己未得，我們是很寶貴，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很寶貴的。那我們天天都去相信，我是很寶貴，我是重要，雖然自己還未覺得很重要，不過我相信思想上改變我是重要。有時會這樣，自己還有很多事失敗，很難相信。那這個自卑感建立，即是建立自我形象，一定首先是那個思想建立先的。那用聖經不同的經文，譬如第二個經文就是詩篇139篇16節，就是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，你已經寫在你的冊上了，即是神有一個計劃給我的。神你現在你要錄音一下，你可以坐在哪邊旁邊有聖經可以一起看一下。 我看了，不是他因為你那裡跟他一起看你跟他看、OK， 即是說呢我未成形的體質你已經看到了，那時候我還是很無助的，還是一個 BB， 都是胚胎來的，神已經看到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已經寫在你的冊上，已經寫在生命冊的了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，其數何等眾多，即是寫了很多好東西在這裡了。那有些人說不是的， 我生命很多苦啊，很多被人踩低啊，那些因為你未認識耶穌，但你認識耶穌又根據聖經明白你的寶貴。那 我感謝神，神給我教導，我尤其在聖靈充滿之後，其實我之前一個教導，其實我的背景是路德會的神學院的，他就很着重平衡律法和福音，那我將它擴展為平衡恩典和律法，成日有恩典，你發現我成日都有恩典嘅。神好愛我哋，神睇中我哋，神關心我哋，神咧幫緊我哋，聖靈感動我哋，接納我哋，咁即係總係有恩典推動我哋遵從神，就唔係淨係推動我哋驕傲，係推動我哋遵從神。咁呢個係重要嘅，即係咁，所以咧，我睇好多經文都睇到，哇！神咧睇住我哋噶，佢發好多意念噶，
咁我哋就喺度話，嗱，而家神都發緊意念喎。咁你話發咩意念咧？佢都話俾我聽，我係重要喎。個問題我係咪相信啦？咁啊，相信咧係需要時間嘅。咁我都講一講啦，一個係信念嘅改變，一個係行為嘅改變，同埋嗰個能力嘅改變。點解咧？如果一個人佢嘅聖經好好啊，佢相信我係寶貴。不過咧，佢同人傾偈咧，傾兩句又會頂撞啊，又會講嘢好粗魯啊，又會發脾氣咧。咁佢好快咧，啲人咧就會斷絕佢喎。有啲人咧成日都俾人封喎，因為佢講嘢好骨雷脆啊。咁佢又覺得啲人都唔中意我嘅。咁有啲人拍拖咧幾個月就散噶啦，點解咧？因為又掹掙又鬧交咁啊，就散噶咯喎。或者係結咗婚都係成日鬧交嘅。咁當佢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佢唔會有好嘅健康嘅自我形象嘅，因為佢嘅經歷係全部係失敗嘅。人際關係、家庭關係、工作，因為工作咧其實好大部分係我哋嗰個人際關係喎。睇工作嘅，有啲工作咧就你嗰個技能好緊要，譬如你做 IT 嘅咁啊。不過做 IT 即係做嗰啲電腦科技啊嗰啲咁啊，呢啲科技嘅人咧，佢都要人際關係。點解咧？因為有人喂，我個電腦唔掂啊，咁佢都温温和和同佢傾偈喎。如果佢話乜咁都唔識㗎，有冇搞錯啊？我搞你兩次㗎啦喎，都唔識啊，三次啦都唔識啊，哇！你真係好蠢啊咁。咁呢個好快俾人炒魷魚，因為你去投訴啊，因為佢雖然佢有技能，但係佢冇人際嘅關係。咁所以咧，一個人如果佢喺人際關係啦，同埋技能都要嘅喎。譬如有啲人一有啲咩事，哎呀死啦！哎呀唔見咗本書死啦死啦！哎呀哎呀唔知做乜嘢！哎呀佢鬧我啊！哎呀想跳樓啦咁。有啲人咧一啲咁多事咧就想跳樓，又想打人啊咁樣。嗱你睇到有啲人喺街嗰度啦，搭車啦撞到人咁啊，唔識得處理嘅喎，好簡單啫嘛，咪道歉咯，或者人哋唔道歉唔緊要啦，即係冇乜事，但係有啲人唔係嘅喎，佢種怒氣好緊要啊！佢係要喺個巴士度鬧到嗰個人咧，哇！全個巴士嘅人都哎呀好辛苦啊！唔該你快啲落車，唔該你快啲收聲。但係佢唔得，即係佢嗰個裡面佢冇呢個處理能力。即係當一個人咧，佢處事能力幾樣嘢，一個處事能力、待人接物同埋處理內心嘅能力嗱。點解要處理內心咧？我哋人人都有逆境噶嘛。有困難的嘛，最簡單追個巴士，嗌個巴士走，不過而家好似追巴士嘅，因為呢啲地鐵好快嘛，有時追巴士嘅，不過啲巴士好快，但係有時追巴士啊，唔係巴士走咗，有時會三萬零嘅啦，睇到佢照開車十個就九個，我投咗數都冇。係啊，嗱咁啊，聽你講啦，我投咗數啦，都係有影響你嘅情緒啊，係咪？我問了呢個問題先，你答我先。咁係咪有影響你嘅情緒啊？上個禮拜啱啱有一次。咁你答我先啦。有冇影響情緒？係啦，嗱呢個。辛苦啊！係啦。好啦，呢個咧就係影響情緒，同埋好辛苦啦，係咪？嗱呢個就係處事嘅能力，因為我哋個個都有困難㗎。我哋都會試過有時唔見咗啲嘢，嗱，譬如我試過跌個銀包啦，我咁就神喎，喺鴨寮街都有人執翻俾。去警局喎，我試過身份證啦，居然有人會擺翻喺嗰度，揾嚿石頭扎住俾我睇到，啊！真係神嘅恩典啊！真係好神奇嘅。但喺個過程中咧，我係唔會慌亂啊，因為我知道唔死得噶，即係我有困難，即係有困難可以好大件事，不過我只能夠處理，我發曬毛都冇用噶，都唔會快啲揾到噶嘛，即係。呢、这個就係我明白發毛係唔好幫助，所以我一定會處理嘅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呢個處事能力，因為經歷過好多次啦。譬如好簡單，做牧師咧係好容易會有人投訴啦，同埋有時會埋怨嘅喎，即係會有咁樣嘅，有啲人會投訴啊咁樣。咁如果個人咧嗰、那個自我形象唔夠強咧？做兩做咧就話：哎呀，我唔做牧師啦，哎呀，我劈炮啦！你成日俾人投訴嘅，哎呀，咁辛苦嘅咁啊！其實我俾人投訴嘅次數好多，有時仲會投訴第二個人，話俾另一個牧師聽，又話俾我聽。咁而有啲嘢又唔係真實嘅喎，咁咧就會即係好似覺得好冤枉咁嘅感覺。但係我又會處理啦，呢個處事啦，就話
或者處理嗰個感覺啦。即係我哋都要學習，一方面就係建立我係寶貴嘅，神喺我生命有計劃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哋建立同人建立同人關係嘅能力、處事嘅能力同埋處理內心嘅能力，亦都當然有包括同神啦，但係同人關係亦都包括同神關係。咁我哋可以得力啦。咁樣咧，個人就知道我係喺神裏面，神係睇中我，而我自己真係做到神吩咐嘅嘢，咁個人咪會有安全感咯。即係，但係如果個人佢係信耶穌啊，會睇中佢，不過佢咧成日同人相處冇幾耐，又俾人哋排斥噶啦，又俾人哋封咗噶啦，冇人中意佢。啲人咧明明企喺度就會同第二個傾偈，又唔同佢傾偈嘅。嗱，有啲人真係佢嘅經歷係咁嘅，全部都係失敗嘅。咁嘅原因咧，亦都係好多原因，因為佢由細俾人鬧到大，佢唔識得處理，佢父母唔識得教佢，即係冇教佢點樣同人相處。啊，佢父母即係用咩方法鬧佢？咁佢識得咩咧？就係鬧人。咁呢個方法行唔通噶嘛？咁於是咧，佢就覺得自己一個失敗者。咁佢嘅自我形象一定係拆毀嘅。咁所以一方面我哋建立我哋係寶貴，另一方面我哋建立處事嘅能力、待人接物嘅能力、同神相交嘅能力、處理內心嘅能力，亦都包括逆境嘅能力。咁呢啲建立嘅時候咧，好啦，但係都會出現嘅啦。我講咩？我都會有出現嘅。又點樣出現咧？有時一下覺得，哎呀，嗰啲人都係唔係好接納我嘅啦。即係有時會彈出嗰種意念嘅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，好似望到啲人，好似覺得佢都係唔好接納我。即會彈出嚟嘅，但我即刻話俾自己聽，呢樣嘢唔係真嘅，係我假想，係我自己嘅裡面嗰、那個，即個形裡咧有大有細啦。大嘅即係有啲人真係，哇！你嗨嗨佢都唔得掂嘅，佢都喊到不得了嘅。細嘅咧，即就算成熟嘅人都會有時出現一啲感覺，我都係冇乜用噶啦，啲人都唔係好中意我，都唔係好接納我嘅。咁呢個咧就一路處理。日日都話俾自己聽，我係寶貴。神睇中我，而我真係去建立呢啲能力，所以建立呢啲能力都係好緊要嘅。建立同人相交嘅能力，學習操練。譬如我哋啲教導咧 ，stop 你。我有個疑問，我想分享下，但我到而家未處理到。你等等先啊，等我呢個講完呢一個，然後你分享嗰個好冇？呢個同自卑感有冇關係㗎？有啊。OK， 好，咁你等一等先嚇。咁我即先所講嘅，大家有冇問題先？因為佢講係分享，所以我暫時唔係分享住，係即係話呢個處理呢、這個需要時間㗎。正如我講過，我真係試過有驚啊，因為咧我試過一侍奉俾人批評啦，咁我就好驚，因為嗰陣時係另一個同工，我第一個侍奉，咁我咧就我見到佢就已經即係總之好唔聚財，後來咧離開咗個教會。當我嗱，我好多嘢做嗰時候冇嘢嘅。當我洗碗嗰時候，因為洗碗係好靜啦，冇乜嘢。咁咧自己會驚出嚟嘅。咁我就去化解，我用好多聖經嘅經文，譬如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，所求於管家的事要他有忠心。我都係忠心，我真係努力嘅。咁佢雖然佢唔接納，但係其實我係努力，我盡力做好。佢唔會嘅，即係唔代表我係唔好噶嘛。咁我就話俾自己聽，其實我做嘅係神喜悅嘅。但是呢心都是不舒服，我讚美神個心就鬆啲咯。嗰日讚美神，相信神愛我。尤其而家個方法即係我讚美神，神就歡喜啦，神喺度笑，哈利路亞！神因我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，且因我喜樂而歡呼。呢、這個西方嘅書三章十七節，咁我就開心咯。第二日又嚟過喎，第二又處理過，又話俾自己聽，我係寶貴，我做緊嘢係神歡喜嘅，我係我唔使話自己我叻嘅人，唔係話俾自己叻嘅，我係。總之我做緊嘅嘢係啱嘅，係神歡喜嘅。咁我知道係，即係我係寶貴，我係重要啦。好啦，咁我又讚美神喎，咁又鬆喎。但第三日又出現，係其實出現咗好長時間。但我日日處理，到後來咧係越嚟越冇啊。內中有時都會出現一下，我即係讚美神，神啊，你睇中我㗎，你都一多謝耶穌。咁啊，真係冇，真係冇啦。咁變咗呢啲意念咧係冇出現到啦。後來，咁呢個係我一個例子啊，即係裡面啲形裡。但我都發覺我有其他型女嘅，即係譬如有時都係發覺咧，有時有啲人話我嘅嘢咧，我總係容易會 defend 自衛啊，即係
即係保護自己啊，即係都係有呢個傾向嘅。咁呢個都係我發覺都係型女，即係能唔能夠好似平靜啲去接受咧咁啊？咁啊，我太太有時提醒我咁，即係你可以怎接受，唔使一定要解釋，唔使一定要辯論嘅咁啊。咁呢樣嘢咧係嗱，有啲情況可以解釋嘅，咁咧就睇情況嘅。咁我都係話，我諗到死嗰日，我哋都會有型女，不過有時越嚟越少，去到天堂就冇曬噶啦。咁不過咧，越少咧，你嘅人就越鬆，越鬆就越開心，就越有自信同埋有能，亦都建立嗰個能力。OK， 嗱咁我啱啱講完嗰啲，你有冇問題想問啊？即係話想了解嘅，咁然後你先分享一下，即係等係有冇人想問啊？阿牧師，咁話處理係咪即係處理？當我有呢啲唔好嘅意念嘅時候，就唔知嚇。阿耶穌，我要愛你啊！默然回首，即係一路講一輪經文，咁就叫處理咗。嗱，你聽清楚啊！我要愛你呢、這個係屬於律法，我做。我唔係講呢啲，我係話神愛我，神為我做，神睇重我，神所定嘅日子，我上面到一日，佢已經寫咗冊上。我一做咩啱嘅，佢就歡喜，係神做嘅嘢。嗱，呢個係恩典啊，即係神為我哋做嘅就係恩典。我哋分清呢樣嘢。因為有些人咁嘅，嗱，你煩惱祈禱啦、悔改啦、依靠神啦，全部都是你做的，但是你發覺淨係依靠神、依靠神，但是你好像冇嗰種安慰和力量。安慰邊度嚟咧？係神的愛和接納安慰我哋。嗱，我講兩樣，我再解釋清楚。首先是醫治我哋的思想，神睇重我。咁好多經文嘅呢度，我都列出有不同經文嘅。神是睇重我的，神關心我，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的，我愛神，神為我預備眼睛，未人看見的恩典，這些經文都是告訴我們，我們是寶貴，我們是重要的。這個就是思想，我是重要的，雖然有些人看小我，但是我是重要的，我是寶貴，我可以發揮的。另外就是建立我們的能力，即也都、我今天都有跟人聊天，又和了、感謝主，感謝主，我有進步了，都可以稱讚自己，因為耶穌都話佢會賞賜我哋做啱嘅嘢啊嘛。咁我哋都話啊，我感謝神，我都有聽話啦。我諗啊，神啊歡喜啦，我今日都有關心人喎、嗱，咁有啲人覺得咁少嘅事，但係呢個就係一個踏出啦。我有關心人，我已經進步咗啦。感謝神，我又進步咗，我識得幫人為人祈禱。感謝神，總係開心啦。咁嗱，呢個能力同埋欣賞自己，又喺神嘅同在。去有神的喜樂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那種喜樂就將我們那種負面的感覺拿走了。三個，一個信念的改變，而這個信念主要是神的恩典、神的接納、神的愛。第二，都是建立我們那個能力，我們生命的能力，各方面的能力。第三，在親近神的時候，神去醫治我們、安慰我們。還有沒有想問啊？ 你可以講具體的，具體的情況。而家係俾你發問嚇，如果你有問題，咁如果冇咧，咁啊。